啊，各位同兴，呃，请就坐哈，我们要开始上课了，谢谢。好，这节课是由我们的连休闲连讲师带来演讲哈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各位同兴，大家早，早<大>，谢谢。哎，请问哈、哦，我请问一下，在座有没有听不懂那个闽南话的？啊<对>、哦，好。 非常感谢你举手哈，为什么要感谢？因为我也没有办法两个小时都讲闽南话 <laughs>，因为别台湾哈，在台北，在台北在演讲哈，那个常常在演讲，不管到哪个地方哈，我们像我们去福伦社演讲，他们有日语社、台语社、客语社，啊，然后北京话的那个中中文社哈，那我们到哪里一律都是讲北京话，因为已经很难改变这个习惯 可是我告诉各位哈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六岁以前，我也都是讲闽南话。我跟我爸爸妈妈、跟我爷爷奶奶都讲闽南话。闽南话的葫芦话台语，这不是真正的台语啊。咱的台语吼，咱的白播组吼，咱的、咱、咱的历史教授，您登去网络去看，拢会看到。咱历史教授，咱的母语是希腊雅语，但是问题是希腊雅语已经失传。 我们现在正在找出我们的我们的母语，所以台语吼、哦、嘛是为中国传过来，台语也是从中国传过来。咱的母语讲真正唻哈，除了希腊语之外，应该就是日语。我伫细汉的时阵，我拢我拢印象很深刻呢。我阿公阿妈，阮爸爸妈妈拢有日语的名。我迄时阵，我都问阮阿妈，为什么我无日本名？为什么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你拢叫日本名？拢叫来叫去嘛后。 撒讲啊，哈，然后然后什么什么什么,什么讲什么讲一大堆讲这样，然后我就问他们，他们说这个不要讲，吉纳郎五音波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爸爸妈妈有日语这个问了也不能问？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吉纳郎五音波水，好小孩子哈，只有耳朵没有嘴巴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我我讲个笑话啊，我有一个呃日本的朋友。 他们从小教育他们的小朋友哈、喔，日本的女生比较文雅，比较内向，所以他们他们跟那个日本的小孩子哈、喔，跟小男生讲，日本的女生不会放屁，日本的女生不会上大号，哎，因为日本大家都要偷偷的，不能给他们看到，哈，我说那小朋友会这样子被你骗个五六岁，到了长大他难道会不知道吗？他就算知道，他们也不会讲。 很多事情知道他们不会讲，所以他们让男生认为女生就是不会有一些不文雅的动作，很有趣哈、哦。所以像这些点点滴滴哈、哦，我们小时候我常常会困惑。我们从念国小一年级，我开始非常困惑，因为那时候国小一年级一到学校，老师就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只能讲北京话，当然那时候讲国语了哈，你们只能讲北京话，你们如果讲台语，讲客语。 讲山地话，你们就要被罚钱，甚至还要被体罚。有这个经验的，举一下手，让我知道，好吧？哦，安尼，那你，那你年会差不多吼。安尼都怎样年会啊？我，啊、哦，应该是啦。啊，我我查个囝伊个读，我我女儿今年大学四年级了。今年我六个，我有六个查个囝。<laughs> 这不是为，这不是为中华民国，这是为了我们将来的日本大帝国哈、哦，留下我们这个珍贵的资源哈。我 say 呢，一点国小六年级啊。我跟各位一样哈、哦，去年，去年的刚过年，那时候呢，我爸爸跟我女儿哈，因为我大女儿都跟我爸爸住在一起，啊，虽然跟我爸爸作伴，因为我妈妈已经不在了。 然后呢，他们来到我家，然后告诉我说，他们去上了一堂课，啊，叫做那个台湾民政府的法理学院，啊，我们听到上课哈，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上课嘛，我就问他说上课要不要交钱，他说要啊，交钱很正常。还有呢，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在台北就一直在授课嘛，所以上课学习是要付钱的。住了三天两夜，然后办了一张身份证。 然后缴了六千块，啊，我说这样子而已吧，哈，这样子听起来不太像诈骗集团，啊，他说还要来上高级班，高级班还要再缴一万，哎，我就这样听起来就有点怪怪了，高级班还要再缴一万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因为我告诉各位哈，如果你要去跟人家反驳，像外面的人呐哈，他们常常在讲啊啊，你们那个都是骗人什么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来上过课？ 局外人跟局内人是完全不一样。你要当一个，你要去批评这个人哈，批评这个组织，批评这个团体，批评这个政府，你至少在里面，你至少进来这里面，你了解过，在外面你都是雾里看花。所以我那时候跟我爸讲说，我也要来上初级班。然后我爸是很狐疑的哈，看着我，你真的要上初级班吗？你真的要上吗？我我想说他这样问是什么意思？我说对啊，我想上啊。你既然从小从小我们家哈，大概。 哎，每个月月初，我爸爸就会载我到书报摊，旧的书报摊。然后因为载我去去是一个幌子，然后那个书报摊老板看到以后就是跟我爸点点头，他们两个好像神秘组织，你知道？就跟我爸爸点点头，然后呢，就到里面去翻箱倒柜，然后就用报纸包了一卷东西给我爸爸。小朋友当然会好奇啊，每个月我爸用报纸包了一卷回去这样，然后我爸说这个都不能讲，这是禁书，啊、哦，不知道各位以前有没有看过，在？ 那时候，呃一九七，那一九七九年，一九七八年那个时候，六十七，诶，六十七年，六十六年，啊，我就印象非常深刻。为什么每个月要报？他、就是、说这个都是在讲中华民国的坏话，所以哈都不准刊登。然后讲中华民国怎么窃占我们台湾，啊，那我们以前学的历史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很矛盾了。我以前学历史是日本窃占台湾。 然后我爸爸就告诉我，中华民国怯战台湾，到底是谁窃战台湾？那台湾到底又是谁的？可是不能问呢、欸。我就跑去问我妈妈，妈,妈，到底台湾是谁的？台湾是日本的还是中华民国的？啊，我妈说“金大郎五一波嘴”，标准答案，从小就是“金大郎五一波嘴”，不能问呢、欸。你那时候就有好奇，等到我爸爸接触到台湾民政府，告诉我说，台湾是属于日本天皇的。我爸很简单告诉我，台湾属于日本天皇。 台湾在美国军队的管理之下，我说呢，我要上，我要了解 <coughs>。来上了以后，马上跟着我爸一起上高级班，然后开始接下来需要长时间的。我告诉各位哈，所有的演讲做的训练，所有的练习都一样。台上三分钟，台下要怎么样？十年功，这很正常。我们都练得很习惯。你觉得我现在在台上这样讲跟各位这样侃侃而谈。 <coughs> 那是马上学会的吗？那个头脑的逻辑这样一直转，那个是马上不是啊？我国小三年级，因为我妈妈在那个广播电台当节目主持人，所以从小哈教我讲北京话。我讲北京话标准到，我现在已经比较正常了。以前标准到哈，那个同学哈听到我讲说，你不准再给我这样讲话，你这样讲话我就打你。讲的非常的恶心，非常的标准，还会卷舌，然后同学听了就很讨厌，会起鸡皮疙瘩。 我讲很标准的哈，比如因为我参加过全国大专朗读比赛，我拿到第二名哈。我在我在朗读，念给我女人、念给我老婆听的时候，他们听的都鸡皮疙瘩掉满地，跟那个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差不多啦。那个都是透过练习。而我国小三年级第一次哦，妈妈派我上台去演讲，去参加演讲比赛。我是一个比较内向、比较害羞的小孩子。 我每次讲这个的时候，我女儿都不太相信。我相信各位也不太相信。可是我小时候我自己最喜欢玩是爸爸妈妈有朋友来，然后他们在外面一个客厅这样坐着聊天，我喜欢坐在躲在沙发后面自己做一个城堡，然后可以自己一个人玩一个下午，玩到我爸妈就哎、欸、客人走了就问说哎、欸、我的乳名叫阿莹哈哎阿莹，你那么宽的狼？怎么没看到人,看到人在沙发后面，我都躲在沙发后面自己一个人玩。 而且那时候看到人都会脸红，看到人也不会讲话，所以当然可见而知哦。第一次上台去演讲，稿子背得很熟。面对台下这样一样差不多一样的观众，稍息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就点个头，点个头。以后站起来以后，两只腿一直在抖，抖到都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。稿子背得很熟哦，老师就用很鼓励眼神看着我，我妈是非常用非常严厉的眼神，因为她知道我练习很久了，怎么一句都背不出来。 再叫我，叫我再点头一次。我看我妈叫我再点头，我又点头一次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嘿，站起来，我会讲了吗？还是不会？第一次演讲的经验非常的糟糕，就这样在台上站了三分钟。然后回去以后，我说我再也不参加演讲了。结果第二年，我有没有被我妈逼着参加演讲？有。第二年呢，演讲比赛前一个月，就到我们家秀姑峦溪啊，我住在花莲玉里的乡下，在秀姑峦溪的。 石那个河岸旁边全部都是石头，然后一颗一颗的西瓜，啊，你把那些石头西瓜当作人头，哎，这样子练习。当然，第二年就比较会讲了。本来背三分钟的稿子，上台一分半钟就讲完了，因为讲得很快。就这样练习练习，到国中辩论比赛、诗歌朗读，然后参加国会式、奥瑞冈式的辩论，开始对演讲、开始对分享会有一些兴趣。我相信各位学完以后。 你们这三天很认真学很多的专业知识，你们从来没有学过的历史，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概念。我们我们不会上太难，因为秘书长有交代。如果一下把那个跟美国这个法院的判例啊，哈，我们直接告诉各位啊，各位听完以后，大概我讲十分钟，大概就睡一片了。用很简单的方式让各位了解，但是专业你们回去还是要练习。 回去每一个州都有法理的研讨会，希望各位哈要保持参加。还有呢，我们有五本书，你一定要去看熟、看透《新台湾论》跟《台湾战争史》一到四集。我今天演讲题目是什么？你们今天听我演讲，我们的演讲题目是什么？那个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嘛，从战争史什么？ 那什么是战争史？几乎战争史就是人类的一部近代史了。只要是人哈，这个讲到哈，只要是人，只要有男生就会有战争，因为男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战争。在日本有一本书就写说哈，我们要常养成阅读的习惯了。日本有一本书说，男生哈都看得比较远，因为男生以前在古代是主要是狩猎，所以他看得很远，啊，所以他们都会。 很多事情啊，他们不是说目光，不是说思想比较远而是眼光要看的，目光要看的比较远，因为这样才能看得到猎物嘛。所以他们看到猎物，他们的肾上腺素就会激增，就会想要去捕获猎物。那在古代的时候，他们把人跟所有的动物都当做猎物，因为人也是可以吃的，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他们会去猎人，也会猎猎动物，所以就会有战争。只要有战争，就有一部战争史。有战争史呢？ 你就会看到人类的近代史，就会了解。那台湾的地位呢，也是从一部战争史开始的。台湾最早在十六世纪，十六世纪的时候，台湾是谁在占领？各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没有人会写台湾的历史。台湾的历史你有看到的，就从一八九五年的那个《下关条约》，甲午战争下那个，呃，《马关条约》、《下关条约》开始。你比较有看到正确，呃，看到比较。 一些详细的台湾历史。那在一八九五年之前呢？一八九五年之前，台湾到底在干什么？台湾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王朝？请问一下各位，你们知道台湾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王朝？不是说满清的王朝、日本的那个天皇，不是讲这些。台湾有没有自己本土的王朝？各位知道吗？台湾有一个大渡王朝，哎，我们以前有一个王叫大渡王，哎，最早在台湾当王的。 那时候来台湾要跟台湾贸易，要跟台湾做接触哈，都要去跟大渡王谈判呢。荷兰人、西班牙人、郑成功都跟大渡王谈判过。我们的王哎，大渡王，这是真的。你回去查西班牙的历历史。那大渡王那时候统治整个台湾，统治整个台湾吗？我告诉各位哈，啊、可以先给他们看一下那个、那个那个时候的台湾，十七世纪的台湾。那时候大渡王统治哪里？告诉各位哈。 有没有看过这个地图？这、就是哪里？啊、哦，没有。那时候是整个台湾，因为他们没有画到另外一边的台湾，他们不知道另外一边的台湾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整个台湾，大都王朝在这里，整个大都王朝，郑成功从这里上来，啊、哦，西班牙人都从这里上来，他们从南部。所以呢，这张地图在一七三五年画的，那时候日清签署的马关条约之前，台湾的东半部根本不在中国管理，不要谈领土主权了。 台湾西半部是垦殖区，整个台湾东西部合起来是1895年日本费辛苦费尽苦心建构的。1895年到现在，日本花那时候日本花了五十年时间建构整个台湾，所以在1945年五十年之后，日本日本昭和天皇才会下诏书实施日本宪法在台湾，终于使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那个时候台湾才整个完整，在那之前的台湾都是这样而已。 大渡王朝这时候在这里，啊，在中部，台东大渡那里，所以那时候那个呃、欸、日本进来、西班牙人进来、荷兰人进来，他们都有跟大渡王朝谈，然后到中国人进来，郑成功就比较老干了，哎、欸，郑成功真的很奸诈，他一边跟大渡王在谈判，一边就去 Q Q E 老咖，各位知道吗？一边跟他讲和，一边在跟他作战，所以大渡王朝就被郑成功的那个奸诈的伎俩，然后被他灭了。 没有在那之前，大渡王朝都是讲希腊雅语。整个台湾是平埔族，哈，跟我们的高沙族两个族群在台湾共融各位平埔族有平埔族的特征，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平埔族。你的手腕，你我们都有去做过，你的手腕一抓起来都有一条线，哈，一条。然后呢，你的小小拇指脚的小拇指会有皲裂。 这些都是平埔族的特征。你到下午的时候徐格，徐歌林徐老师在跟各位讲，就会告诉各位，当初我们是怎么演化的，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现在哈，这个都没有办法骗人，DNA 它没有办法骗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去考察人类哈，Discovery 你可以去看，哈 n a t i o n a l Geography 它里面就有讲到。 人类的 DNA，他怎么去解码？然后看到台湾的 DNA 是从非洲那边过来的，非洲一直传，哈，传到这样子小岛，一直传到台湾来，哈，从菲律宾那边传传到台湾，所以呢，从台湾再往往北传，传到韩国、日本，所以基本上台湾人是韩国、日本人的祖先呢，这是真的。M 一七四路线。 那中国到底是哪一个路线呢？我跟各位报告，因为人类会迁移哦，就会想往往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迁移，所以哈，最后哈，大家全部都从西诶、欸、非洲啊、欧洲啊，到都全部都迁到中国去，所以中国真的是五族共荣，所以中国的协同，他们测起来是标准的哈，非常的复杂啊，简称杂种嘿，所以中国人哈，他们是很复杂的，他们没有。 单纯的那个血脉的关系，不像我们这样一查可以从东非查过来，他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点，所以中国人就会比较敢跳哈。中国人他做很多事情呢，你慢慢就会了解。我们以前都不知道，以前自己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那点的光好，那台湾人哈，我们台湾人呐，我们讲是、啊、爱情爱做官对 a 怕死爱钱爱做官对不对？那是中国人呐、啊。 在十六世纪，哈，荷兰人呐，哈，西班牙人呐、啊，甚至那个日本人呐、啊，明朝人，他们都说我们台湾人哦是敌国挂菜刀，我们非常骁勇善战，人去提枪，咱敌国挂一支菜刀都要跟人战了，真的啊，我们那时候竹竿挂根那个菜刀，我们就要跟人家战的，哎，我们我们我们比较会跑，比较会跳嘛，山地作战我们比较厉害嘛，《赛德克巴莱》各位都看过嘛，哈。 不是都有讲那个小男生说日本兵不在讲那个不可能，那小男生今天在屏东，明天在花莲，哎，那跑得跟猴子一样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那时候我们很擅长山地作战。今天就是要从战争史让你了解台湾的地位。我用比较浅显的，各位回去一定要自己开始养成阅读的习惯。五本书，各位一定要带回去看《新台湾论》、《台湾战争史》第一集、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。当你看懂了之后，你慢慢了解台湾整个历史。 你会真正了解到，原来一个统治者，他要改变一个国家，哈，改变一个人民的思想，他一定从教育开始。所以我开始一直从事教育这方面，我对教育方面比较投入。哦，我去，我到美国去学的那个 seminar 是在做呃注意力跟意志力的训练。所以注意力里面就有提到，当当人哈、哦、注意力去固着的时候，从小学到一些历史，当相信老师，小朋友都这样子哈、哦。 六岁以前都相信爸妈，因为爸妈跟他相处在一起。六岁以后都听老师的，老师说的比较大。问老师公安了问老师公安了，就算他爸妈是教授哈，因为我有教授的朋友很多，他说他爸妈教授哈，他说我是在教老师的，比如在师范大学当教授，我有一个师范大学当教授的，他的小孩子也跟他讲说，老师说，他说你的老师是我的学生呢，他还是听老师说，因学 <laughs> 老师较多 所以父母亲的角色扮演到六岁，六岁以后就老师说，老师开始教他们很多的历史地理，啊，长江的发源地，啊，中华民国在台湾等等这些历史，他们就开始深信不疑。各位，你们今天醒过来了，在今天来上课之前，你们都得了国际上有名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各位知道吗？各位知道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吗？不知道啊，跟各位报告一下啊。有一个小女生。 有一个小女生，她小时候被绑架了，啊、哦，被坏人绑架，然后呢，父母亲都找不到。过了十几年，小女生长大了，他们找到那小女生，那小女生已经当妈了。他们就找到她的老公，就是绑架她的人。她转过来跟那个警察讲说：“我的老公是好人，他对我很好，啊、哦，从小照顾我，然后最后还娶我，所以我愿意为他生小孩。我的老公是好人。”各位了解吗？她那个时候是被绑架的，可是长大之后呢？ 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绑架他，那个人是迫害他的人。他觉得那个人是好人。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全全体台湾人被绑架了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愿意为他生小孩，愿意缴税给他，愿意为他当兵，愿意为他作战，愿意为他去杀我们的父母亲，哈，就是日本人。我们愿意为他做很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认为他是好人，不是吗？我们有没有得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？有吧？无缘无故的。 无缘无故的，他用思想教育改变你，让你认贼作父。我那时候到常,常到国外去上课，我就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们到国外去哈？我习惯哈，台湾人很奇怪。我们去上课的时候，台湾人哈，我们去上课有二十几个台湾人，啊，台湾人都要带一个翻译。然后呢，那些翻译呢，晚上他们就跟翻译聚在一起，都不跟外国人。我喜欢晚上到 lobby 哈去跟外国人聊天。他们就问我说：“Where are you come from？” 我说：“我 come，我来自台湾。” 他说台：“台湾，台湾一直问台湾是泰国吗？泰人？我说不是，台湾就是台湾，泰人是泰人。”他说：“嗯，不对呀、啊。”他们还要去搜寻网路，告诉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看这里哦、喔，有介绍台湾的，联合国有那时候有人去介绍台湾，可是呢，他是代表泰国发言，代表泰国发言。”我那时候还回去查，我去找到那个人，为什么你会去联合国介绍台湾？ 他去联合国介绍台湾哦，那你为什么在挂在泰国的下面？他说因为中国打压嘛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原住民哈，他们是高沙族。他说我们是在这里的原生的哈。那泰国泰国有一个呃原住民的联盟哈，他就挂到那下面去，他就有机会可以发言。他说迫不得已要介绍台湾，就要到泰国那边才有机会介绍台湾。我说难怪，难怪外国人都会认为我们是泰国，又很接近。台人台湾差一点而已，因为。 泰国的一个省下面的泰国，泰国的国家的下面的一个省叫台湾。他说没有办法，我们要介绍台湾，要台湾提升能见度，就只有这样子，没有在台湾在联合国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利。我说可是你这样越搞越糟糕，哎，让世界各国的人以为我们是泰国。台湾就是台湾啊，台湾本来就不是中华民国啊，你要从这里开始讲吧。我从这里请问一下各位哈。 我们最近去参加南京青奥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参加世界奥运、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一下，台湾队是叫台湾队吗？台湾队叫什么？中华台北队吧，应该是吧，哈。我们因为我很喜欢运动啊，我以前都在打桌球，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所有的台湾队都叫中华台北队。我们到那边得到冠军，跆拳道拿到冠军，升的是国旗。 然后唱的是国旗歌，升的是国旗吗？不是，升的是奥会的五环旗，唱的是国旗歌。然后人家都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国家唱的什么歌啊？这是什么队？为什么这个名称那么长叫 Chinese Taipei？这很困扰呢、欸。从那时候各位就要去了解，你们正要了解中华台北队，它正式的名称叫做 Chinese e x i l e Government in Taipei。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台北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这样可以再叫做台湾队吗？它应该叫台北队吧，不是吗？如果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那桃园县政府、台中县政府、高雄县政府关他什么事？ 我讲这个，各位哈，可能越听越模糊。我一个最简单的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国际战争嘛。那时候，意大利、德国跟日本是什么国？其他国家是什么国？美国、中国这些是什么国？意大利、德国、日本是什么轴心国嘛？其他国家是同盟国嘛？这个我们历史应该有念到吧？我怎么看大家好像很困惑的样子？ 那时候德国很强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席卷欧洲？他横扫欧洲嘛？他有没有打败法国？他有没有打败波兰？他有没有打败很多国家？有，这些国家被他 determine 被他消灭了。可是呢，从一八三零年的战争法之后，拿破仑战争之后，就说占领不得一专主权。德国占领了，占领了波兰，德国占领了法国，他不能一专主权，他只能去奴役他们。但是。 法国跟波兰不会整个被他占领嘛？他他们就有政府的这些首脑，他们就绕跑了，就逃亡了，所以他们也流亡了。所以呢，法国流亡政府，法国流亡政府，他们流亡到哪里？各位知道吗？英国、波兰流亡政府流亡到哪里？各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也是英国。那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流亡政府都要选择英国？德国那时候沒有打那那时候有没有打英国？有啊。 德国有打英国，那为什么这些流亡政府要跑到英国去？为什么？啊？因为我们多一点互动啊！如果各位都想睡觉、啊，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吗？我们还有两天的课呢。如果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我今天讲的你们又听不进去，我等一下都接不下去。了。概念清楚一下哈。德国德国那时候占领了波兰，占领了法国，所以。 法国跟波兰都流亡了，他们的流亡政府不约而同跑到英国伦敦。为什么跑到英国伦敦？因为英国伦敦隔着英吉利海峡，英国伦敦又有美国的帮助，所以呢，德国跟英国在打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好像那边比较安全。所以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，波兰的流亡政府在伦敦，英国的政府也在伦敦，对不对？伦敦有三个政府，请教一下各位，如果那个时候伦敦参加奥运队？ 他会有三个伦敦队吗？法国伦敦、波兰伦敦、英国伦敦，会这样子吗？不会嘛！各位都说不会嘛，就是有一个英国伦敦队嘛，对不对？他会出现一个英国队的。如果那时候参加奥运，如果按照现在这样，中华台北队嘛，所以会有英国队、法国伦敦队、波兰伦敦队，对不对？很正常嘛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流亡政府在伦敦嘛。那我请教一下各位，很简单的逻辑，各位去想想看。 波兰流亡政府如果那时候要选总统，因为要选出一个临时总统来管理波兰嘛，哈，准备以后回到波兰去执政嘛，他们要选举，他们会叫法国伦敦的那些难民，还有英国伦敦的公民一起帮他们投票选他们的总统嘛？不会，不可能嘛，很简单的概念啊。法国要选总统，他也不会那时候他流亡政府在伦敦，他也不会找伦敦的公民，也不会找波兰的难民去帮他投票嘛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对吧、啊？穷干他屁事嘛，干他屁事啊，不是吗？根本不关他们的事嘛。那请问一下哈、喔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他在台北要选马英九，干你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要去投票？所以回去以后开始告诉各位哈、喔，告诉各位的朋友，今天日本天皇哈、喔，他告诉我们要选日本首相，叫我们投票，我们才有资格去投票。 对日本，我们有参政权、参战权。日本天皇 suspend 他的权利，我们的权利也被吊起来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可以参政、可以参战。我们的高沙族，三万九千个、三万九千一百个高沙义勇军，骁勇善战，现在供奉在哪里？靖国神社。我们刚去参拜过。那 替台湾哈替中华民国战死的这些军人，他们有没有供奉在忠烈祠？没有，为什么？黑势力应该你要认贼作父，所以你不是我中华民国要去，不是我中华民国要去供奉的，为我们国家牺牲的神旨，跟你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不会供奉进忠烈祠。没错，我们是奴隶。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十九年来，我们不但当奴隶。 我们还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我们还认贼作父，我们还完全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，我们通通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告诉各位哈，我从高中啊、呃，我从那个国中毕业以后，我母亲就一直希望我从政，啊，选政民代表啊，市议员啊，立法委员啊，哈，一直希望我从政，可是我都不想去参加。那为什么我现在会站在这里，一直告诉各位？ 我们现在都是政务官哎，我们都从政哎，我们开始要为台湾人民做一些事情。为什么到四十七岁我突然醒过来？以前从来不去碰政治。咱台湾以前讲啊，得一做医生嘛，唔，第一卖兵嘛，得一卖兵，第二做医生嘛，第嘿，第三卖讲啊哈。<laughs> 对啊，所以台湾人那时候、哦、完全不碰政治，伊袂甲你混脸，讲你变来做外交官。 伊袂家己混脸功，不你不要做军官，因为哈对国际上的交涉权、对国际上的参战权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只要乖乖当你奴隶就好了。啊，做個医生去北边安尼你不用参政，你不用参战。那时候日本天皇有没有给台湾参政权、参战权？有。在一九四五年，我们有参政权、参战权。我们是属于。 日本的公民，所以我们有参政权、参战权。我们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公民，所以他不教我们参政权，呃，不教我们政治，不教我们军事，这个他绝对不教我们，不让我们碰。让你碰，让你越了解，那还得了啊？让你突然醒过来了，知道国际法，知道战争法，那还得了啊？让你知道一八三零年拿破仑战争之后，拿破仑战争很惨烈啊。 我告诉你，拿破仑战争哈，拿破仑战争让那个 r o s h s c h i r 的家族哈，整个站起来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各位去想想看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法哈，你的想法你要去呃比较去开放性的思考。那时候那个罗斯 r o s h s c h i r 的家族，他那时候掌握很多的黄金，他也掌握很多的那个线报，他知道英国跟法国战得很厉害，拿破仑哈在。 法国的滑铁卢跟英国大战，谁知道最后的结果，谁就能够掌握机会，对不对？谁像你想想看哦，那时候他们打的昏天黑地，不知道谁会赢，不知道谁会赢。啊，前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就是拿破仑已经快要战败的时候，线报就传回到那个家族，告诉他们说英国赢了。那你会怎么做？你手上有很多英国的黄金，你会怎么做？ 买更多的英国黄金对,不對，因为英国赢了、啊，英国要开始掌掌权了、啊，掌握世界的霸权了、啊。你买更多英国黄金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错。他们哈、喔、那个家族啊，他现在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，他怎么做？他说卖出所有英国的黄金。他手上有很多英国的黄金债券，他大卖一直卖，他卖到剩下一点点都不剩。当他在卖的时候，所有的市场上的人全部都在看。 这个家族拥有那么多的情报，拥有那么多的资源，所以他们应该已经先知道英国输了，拿破仑赢了。所以手上有英国黄金债券看他在卖，会不会跟着卖？结果到了第二天，消息要公布之前的两三个小时，世界市场上英国黄金债券卖到哈，本来一张，比如说一张面额一百块，卖到连一角都没有人要买，急港都忙不着。 然后法国的黄金债券呢，从一块钱一直涨到一千块，大家都买不到。市场上变成这样子，没有人要买英国黄金债券，所有人都在买法国的黄金债券，因为以为以为法国赢了。他卖掉之后呢，在公布战争输赢的前两个小时，他开始买黄金债券。他本来哈一张一百块，他一张只要一角就可以了。他全部把英国黄金债券买完了，买光光，因为大家都不要，有人愿意买都卖给他、啊，他全部把它买进来之后呢，宣布英国赢了。 所有的英国黄金在大家要买买不到，因为全部都在他手上，他就一下子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一半都在他手上。这是商业，所以为什么商业可以影响政治？这本我在讲的这本书里面啊，这本的这个资讯都在货币战争，各位可以去看。所以为什么养成阅读的习惯？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的我的老师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养养成阅读的习惯。台湾一年出三万本书，你一年看几本？ 我一个礼拜看一本，我一个礼拜看一本，一年也不过看五十几本。所以要养成阅读的习惯？我先从这里开始啊、哦，让各位知道，从一八三零年拿破仑战争之后，他们就规定了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只要占领就不能移转主权。如果占领可以移转主权，现在全世界土地最多是谁？各位知道吗？美国啦。 美国有没有打败伊拉克？美国有没有打败西班牙？我们从西班牙战争就好了。美国打败西班牙，他得到哪四个地方？美国很厉害哦，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。他因为他有军事嘛，他人多嘛，他只要欠人家很多钱，他就打他嘛。啊，他那时候欠西班牙很多钱，他就打他。打赢了以后，钱不用还。哎，西班牙还给他四个地方，一个叫做菲律宾，一个叫波多黎各，一个叫什么？关岛，还有嘞？古巴。 我本来欠西班牙足一钱的我怕人我都免还钱，我有四亿土地。可是那时候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他占领古巴，他不可以把古巴变成美国古巴。他占领他占领那个波多黎各，他不能把美国波多黎各不能美国菲律宾美国关岛。但是后来关岛变成美国的，古巴独立的，菲律宾独立的，波多黎各到现在都还没有独立。这里面就是后来就牵涉到战争法里面的一些施行的气象。 啊，牵涉到殖民地，牵涉到这个领土主权的完整，啊，他跟菲律宾也花了很长的时间谈判。但是我告诉各位哈，那时候他占领了西班牙底下的四个土地，请问那四个土地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当下哈，他是实施西班牙的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？各位猜猜看，西班牙，他占领那个地方，但是那个地方还是用原来国家的法律。 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他应该用日本法律还是美国法律还是中华民国的法律？当然是日本法律呀、啊！他都一直违反国际法、违反战争法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告美国，才会说我们生活在政治炼狱。对，还用他的宪法，这些都是不合法的。我要告诉各位年轻人哈，我们的长辈在告诉我们的时候，他在告诉我们二二八。 你们听了后没有办法感同身受，因为你没有经历过，你没有经历过那个白色恐怖，没有经历过那个半夜哈，全家绕跑，你们没有经历过。但是我们在长辈在讲的时候，都会不自觉的哈。我听过很多长辈，你来到这里，你会很多机会听到我们的长辈在讲，那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。你会觉得不自觉的跟着他们一起感觉到恐惧，没有明天的恐惧。他们在讲，你们去看电视记录报道。 他们那时候是每个人手上穿铁钉，一群人都是知识分子，在海边，然后一个一个把你踹下海，因为每个人手上穿着铁钉、铁丝啊，所以一起死。然后他们被白色恐怖的时候，他们被关在地下一楼，蔡裁员、蔡老师被关在地下一楼，他半夜被询问很累了，他趴在桌上睡觉，他听到地下二楼、地下三楼还有声音，还有惨叫声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他最后抬起头来在问那个。 那个阿斌哥啊，阿兵家店我不几个地下一楼，为什么还有地下二楼、地下三楼？他说有，地下二楼、地下三楼用走的。他说、啊、下面为什么没有惨叫？他说就是你们台湾人不听话啊！我们老兵在练手力啊，练什么手力？掐死一个五块钱，掐死一个放水流五块钱，都是台湾的医生、台湾的律师、台湾的那些早期的精英分子，看得懂书、看得懂字的，知道台湾属于日本的。 知道日本天皇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下诏书，说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不可分割领土，知道了跑到日本去求救的。可是我们是战败国，这很无奈，我们是战败国，这就是战败国的无奈啊。为什么呢？当初日本没有战胜啊。最近有一部电影叫《山本五十六》哈，其实这里面就很多的策略，其实日本很有机会赢的。当初如果 执行所有的珍珠岛的那个策略的话，后来他们就美国的命大嘛，在每个国家的命运，我们是属于日本，所以我们是战败国。你下一堂课你会看到潘佑谦潘老师哈，他有做很多投影片哇 L K K 啦，花开表要做投影片，他做很多那个连接那个电视哈报道，他里面就有提到很清楚哦，我们的老人家，哈，七十几岁老人家问他，你也给你第第第一第二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吗？伊讲啊。 咱台湾哈、喔，去有像轰炸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给谁轰炸？他说日本呐、啊，好、喔，一共日本呐、啊，伊甲你讲日本哦啊,啊，然后就问他说那时候台湾给谁统治？日本呐、啊，嘿，上面有东西本诶、欸，奇怪，日本人统治咱台湾，啊，日本人甲你来轰炸咱台湾，安尼敢有合理？他真的就这样讲啊啊，然后人家问他，他就愣在那里嘿，很矛盾呐、啊，因为被中华民国教笨了嘛。 你你要记住哈、哦，你们现在学的跟我们在国外学的真的不一样。中华民国的老师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你越教越笨，真的我们中华民国的年轻人真的很可怜。教育改革，教育改革，教育改革，当初是为了要让，为了要让补习班变少。二十年前台湾的补习班大概两万家，二十年之后的教改到现在，哈，好不容易十二年国教了。 二十年之后，教改到现在，台湾的补习班是增加还是减少？请问一下各位，变三万加。台湾的补习班不增反减，呃，不减反增。我再请问一下各位哈，以前一试定终身，现在都要去面试。请问一下，现在比较公平还是以前比较公平？为什么现在不公平？我女儿要参加真试，她要全程跑、欸，诶，带着一本 proposal，自己要做自己的记录，自己的一本厚厚的，一本五百块去印，她要全程跑、欸，诶。 他要跑到台北去面试，跑到高雄面试。以前只要参加一次联招，那南波几年去那边呢？他有办法做一本婆婆手到四处去面试吗？从小到大成长记录、学习记录、得奖记录，我看的那一本哦，我都说我爸我到现在，你老爸我到现在都没有做过一本这么长的自传、欸。他高中毕业就要做那么一本厚厚的自传，还有更夸张的。 这是真的真人真事。教授朋友在那边面试，让卡贤亚来面试，高中要来面试。他要念台大医科，他说：“你要当医生，你要容忍挫折的能力，因为医生有时候有些手术错误，你有没有跌倒失败过的经验？”有一个高中生建中，他进去跟老师讲：“有，我有跌倒过失败的经验。我高中一年级，我们全班全班参加合唱团比赛，我们很认真，所以拿到。” 第一名，第二年我们不认真，我们在拼课业，结果合唱团比赛没有得名。我们同学觉得快要毕业了，我们哈要痛定思痛，所以我们第三年又很认真，又拿到第一名。所以我们有从第一名跌倒再爬起来的经验。哦，教授说，哦，这是你失败的经验，好，就把它记录下来。下一个，刚刚是建中哦，下一个是北医女进来。你想念台大医科对不对？你要能够容忍挫折的经验。你有没有挫折的经验？他有。 我们班上哦，一年级参加合唱团比赛，我们拿到第一名。第二年呢，我们没有认真，结果没得名。第三年我们又很认真，又拿到第一名。教授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啊？”哎、欸，你你不敢建中不是啊？我念北一女啊。啊，刚刚那个建中他也参加合唱团比赛，第一名。啊，你们两个都得第一名，那那一年到底谁得第一名？哎、欸，北北一女也第一名，建中也第一名。不是老师改，补习班老师改，你都。 他就后来跟老师讲说有啦，有了补习班，老师教我们说，老师大概问问什么问题，我们有标准答案。我怎么知道你问的答案？他给我们那么多题，我怎么知道你问的答案跟前面那个答案跟我问的一模一样？所以他要教你越来越聪明吗？这叫推真呢、欸，这叫繁星计划、欸，很可悲耶、欸。所以我们现在哈，第一堂下课之前呢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在一八三零年之前。 台湾，在当时的台湾就已经很富裕了。我们台湾那时候整个台湾哦，岛上蔗田哦，剑杆甲、梅花鹿，真的就是非常平、非常肥沃的土壤。十六世纪哦，那时候西班牙人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么多的梅花鹿，他们在那个他们知道荷兰啊、西班牙那边哦，冬天都很冷，他们说冬天可以用梅花鹿当鹿皮，当他们的外套。 他们说：“我我们可不可以抓你们台湾岛上的梅花鹿？他们那时候叫 Formosa，可不可以抓 Formosa 的梅花鹿？我们我们可以进贡，比如说我们要缴税嘛，哈，我们抓一万头，我们给你五千头，哈，我们还划算嘛。”他说：“可以呀。”然后呢，他们就跑去明朝的海边啊，找那个知府，我们要跟你进贡，我们要补你们的梅花鹿，种你们的蔗糖，因为你们的蔗糖哈，那时候比在欧洲比黄金还贵。”他说：“台湾十六世纪的时候，他说台湾不是我管的、啊。” 那时候知府，明朝的知府说：“台湾不是他管。”那时候台湾是谁管的？各位知道吗？你要进贡要去日本，跟日本的幕府将军进贡。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日本的幕府将军进贡三万张鹿皮，可以在台湾做贸易。所以十六世纪是日本在管理台湾，所以日本才会对台湾有这么深的连接一直当作他岛链的一部分。所以那时候他才会跟满清要台湾，因为后来他们锁国政策。 他们的军队、他们的官府都派派回去日本，所以一段时间没有在台湾。被满清进来的，被郑成功进来然后郑成功交给满清。但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是满清的殖民地，各位要知道哈，殖民地跟领土差别在哪里？那时候清朝被日本打败了，日本那时候的舰队非常的强大，他被日本打败了。 日本到现在舰队还是很强大了哈，下一堂课有机会再跟各位讲。他被日本打败，那时候他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，还有嘞，在下关条约刚开始定的时候，一八九五年定下关条约，他把台湾澎湖跟辽东半岛、台湾澎湖、辽东半岛通通割让给日本。可是，在十天之内，他们又重新定了一个叫辽南条约，因为很多国家在抗议。 他们要重新定一个辽南条约，台湾澎湖一样属于日本，但是辽东半岛要还给中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十天之内要再定一个辽南条约？为什么台湾澎湖可以继续割让给日本？所以台湾澎湖到现在都一直属于日本，因为没有新的条约，没有新的条约，除非有后令压前令。有没有新的条约？条约就这样？有没有定立一个新的下关条约，说台湾跟澎湖要还给中国？有没有？ 没有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，所以下关条约就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到现在都有效，除非你有定一个新的条约，而且那个条约是要合乎合乎国际法跟合乎战争法。当初会定辽南条约》，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，是因为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不能割让，所以完全不能割让，所以辽东半岛要还给中国。 台湾跟澎湖是满清的殖民地，就像那时候索马利亚，它是意大利的殖民地，所以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，让索马利亚独立的时候，他放弃对索马利亚的 right 跟 title，他的权利跟他的名气主张啊，他的名显，他只要放弃 right 跟跟 title，但是日本天皇那时候因为战败了。 他要让他权力暂时的 suspend，他 suspend 什么？台湾的 all right、all title 跟 all crime，还有所有的主张请求，他都先暂时悬吊起来。但是没有指定收受国，完全没有指定收受国。所以从旧金山和平条约到现在，这个条约目前仍然有效，不像某个党派的那个大佬说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失效了，那完全不对哈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定新的条约。你要失效，就要像下关条约，他后来新定了一个辽南条约。 推翻了原来的下官条约，他推翻是因为他不违呃不合乎国际法，跟不合乎战争法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那个阿 K 给我看那个主张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主张很简单，我们要合乎国际法，合乎战争法，在世界各地都游离走遍天下。我们要根据国际法理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刚刚台湾国际地位有没有正常？我已经问问过各位了嘛？台湾现在是台湾还是中华台北？ 中华台北，有没有台湾？没有，世界各国都不知道有台湾，还以为是泰国的台湾。所以各位听到现在都已经知道，我们的台湾地位一点都不正常。这是美国在去年的四月告诉我们，台湾现在的诉求就是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其实我们现在,在做的事情都是美国发球，我们配合在做。他既然要走国际法、走战争法，我们就好好的走。所以我告诉各位。 我告诉各位，美国的军队他一定会进来，这合乎他的利益。下一堂课告诉我各位，中华民国也一定会离开，这也合乎他的利益。美国合乎他的利益，他就会跟你走国际法、战争法。美国是世界警察，对他有利，他就会跟你走国际法、战争法；对他不利，哈，他就装作没听到，装作没看到。嗯，这就是美国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占领权。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的正常化。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万国公法实现台湾的地位的正常化。美国总统有没有努力过？有了，有好几个国，好几个总统曾经努力过，像杜鲁门。杜鲁门那时候就有请菲律宾，他说：“我现在讲的哈，都是把战争史汇汇整啊，所以各位战争史一定要看，战争史里面都有提到这些。”杜鲁门总统说：“可不可以把蒋介石、蒋经国啊，他们哈，让他们继续流亡，流亡到菲律宾？” 菲律宾总统回答杜鲁门很有趣。他说可以，但是因为你杜鲁门说过，哈，蒋家一家都是贼，一个国家的元首，哈，亲口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讲说，蒋家一家都是贼，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他有多气他们。他说，基于你哈，杜鲁门总统，美国总统说蒋家一家都是贼，所以我菲律宾呢，因为以前是你美国管的，所以我可以让蒋介石流亡到菲律宾，但是呢，我有实现 菲律宾那个杜鲁门说：“好啊，有时限没关系，让他流亡啦，就是不要让他台湾继续怯占台湾。”可是我的时限很短呢，因为我怕他来这边教坏我们菲律宾人民，所以我可以给他流亡两天。两天之后他就要离开。你看，一去把他所在哈，然哈老伊弄个留他都会吓得要死，怕他会带坏人家。结果在台湾呢，我们把他当做什么民族的救星、历史的伟人。 以前演讲讲到他还要少息再立正、哦。台湾民政府的主张，我们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等一下让各位看什么叫国际战争法。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我们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了不用。各位要清楚，今天接政权是跟美国军事政府接，绝对不是跟台湾呃中华民国政府接。所以中华民国不用理他，美国会跟中华民国拿政权，然后我们再跟美国接。 所以我们不用使用暴力，不用使用武力，不用什么去占那个中心新村，一点都不用。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，我们去美国，我们去日本，我们去提高我们能见度，我们去宣传，让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。他们也真的在准备撤退了。各位如果慢慢知道，福建平潭啊、金门都有盖他们的行政长官公署啊，都已经盖好了。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，对中国殖民政权、流亡中华民国的推动的事务，不合作也不配合。 我们不跟他合作，我们也不配合，所以呢，我们不用当兵，我们不用缴税，我们不用缴国民年金，但是，啊，要有些尬事哦。你不缴健保费，你不要说我要使用健保资源了、哦。你现在如果要跟他抗争，啊，打算要跟他抗争，你不打算缴这些钱，你就要那个噶事哈。也不要守那个交通法规要了。我们要做的都是要维护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。 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事情，我们跟他不合作也不配合，是因为他不遵守国际法，他不遵守战争法。我们为什么要配合他？他如果没有打算要把我们灭族，我们为什么不配合他？他是美国请他来代理治理台湾，如果是代理治理台湾，他就要依照国际战争法设立台湾民政府，让我们这些日本公民可以在台湾继续的生存下去。他没有权利。 把在台湾的日本人，把已经改成日本性的台湾人，全部都把我们的财产没收，他没有这个权利。他要让留在台湾的日本人，已经改日本性的台湾人在台湾可以继续安居乐业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他不遵守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不合作、不配合。我们第一堂课先上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，下堂课再继续。谢谢。 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啊！下课休息十分钟。